有检查。其实从小我爸爸他自己是在开公车的，以前小时候就会跟爸爸公车，我觉得个性使然吧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好强的个性什么的。既然今天我要来赚这样子的钱，那我就要跟男人做一样的工作。男生因为可能家里有母亲或者是老婆可以帮忙洗衣煮饭什么，他们只是要专心工作就好。我们今天除了工作之外，回到家还是要洗衣煮饭。我们家因为是属于比较开放的啦，所以没有特别说做这个工作会有其他的那个想法。我之前是做货运的，但可能那个是更出众的工作，男性同事之间可能反而就说啊，因为你是女生，你这你做不来什么的，也许他是想要帮忙什么的，就觉得你的女生就是这个做不来，然后我帮你，或者是找别人做这样子。时间很少，就那个开307的，上班都是披星戴月，晚上十二点才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帮上班的时间就披星戴月当啊。我就想说，你们怎么还有时间自己煮饭吃？他就说没有，这便当是去自助餐里面买菜夹进来。